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研究生课堂。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金属热带成型新技术。我是主讲人，西北工业大学宁永泉。在学习本门课程时，同学们要牢牢抓住三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金属，也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金属材料。那么，传统金属材料有哪些？新金属材料又有哪些？从传统金属到新金属发展经历了哪些历程？另外，对于一个金属而言，它的微观组织有什么样的特征？不同的微观结构对零件的服役性能和成型过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关键词是热态成型。也就是说，我们这门课程所介绍的全部技术都是在热的条件下完成的，是利用金属材料在相对高的温度条件下相对卓越的成型性能，完成关键重要部件的制造。那么，在热态成型过程当中，零件的宏观形状与微观结构它们的匹配调控，是我们金属热态成型工艺优化和技术攻关的关键。第三个关键词是新技术。那么我们的新技术是基于哪些传统技术发展而来的？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这些都是需要同学们掌握的。通过本门课程学习，希望同学们全面了解和掌握新材料发展和新产品设计对金属热态成型新技术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能够基于传统技术开发、优化、攻关热态成型新技术，解决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关键重要部件的热态成型问题。接下来进入本课程的训练部分，让我们共同回顾金属材料的基本概念、存在形态和工业分类，以及人类针对金属存在形态所发明的热成型方法、工艺特点和应用范围，以及快速发展的金属热态成型关键技术的发展动态。什么是金属材料？金属材料存在的形态有哪些？工业金属通常有哪些分类？各有什么应用特点？广义金属材料是指纯金属或者以金属元素为主构成的具有一定光泽、延展性、导电性、传热性、强韧性等特性的材料的统称。那么，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来看，都是同金属材料密不可分的。那么继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均以金属材料的应用作为其时代的显著标志。现代社会种类繁多的金属材料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金属材料通常可分为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特种金属。黑色金属又被称为钢铁材料，是最基本的结构材料，被誉为工业的骨骼。它包括杂质总含量小于 2%，
及含碳量不超过 0.0218% 的工业纯铁，含碳量处于 0.0218% 到 2.11% 的钢，含碳量大于 2.11% 的铸铁。广义黑色金属还包括铬、锰及其合金。那么黑色金属这代成型构件的发展趋势包括整体化、大型化、集成化和低成本化。图中所示，国家体育馆运用了400吨自主创新的 Q160 钢材，支撑起了鸟巢的钢筋铁骨。有色金属是指除铁、铬、锰以外的所有金属及其合金，通常又可分为轻金属、重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那么图中我们所列举的生物力学领域的植入材料包括了钛合金，以及航空结构材料铝合金。特种金属是指具有特殊用途的结构金属材料和功能金属材料，主要包括快速凝固获得的非晶态金属以及准晶、微晶、纳米晶金属材料，还有衍生、抗氢、超导、形状记忆、耐磨、减震阻尼等特殊功能合金以及金属基复合材料等。金属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形态主要包括固态金属、液态金属和半固态金属。固态金属是指处在固相线以下的金属结晶体。固态金属是人类使用金属材料的最广泛形态，比如钛合金制造的飞机机身结构件、起落架、支撑梁、眼镜框、固体火箭发动机壳体、风投体、短舱及喷管等零部件。高温合金制造的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盘、涡轮盘、叶片、机匣等，以及核反应堆堆芯、压力容器、上下堆内构件等。液态金属是金属或合金加热到液相线以后开始融化并以液体形态存在，具有不定型、可流动的特点。那么在常温常压条件下，金属汞能够以液态存在，其他的金属必须通过加热的方式才能达到液体的状态。那么熔融金属原子扩散剧烈，流动成型的效果更好。在后续的凝固过程中，金属内部将发生进一步的组织变化，因此对金属零部件的使用服役性能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半固态金属是金属或合金处于液相线和固相线之间，加热时部分的金属能够融化成液体，
凝固时部分的液体金属重新的结晶。那么如何利用固体的强韧性和液体的流动性更好的加工制造金属零部件，就不仅需要严格控制固相和液相的比例，而且需要控制固相的尺寸、形态和分布，以及液相内的元素扩散过程。那么进而在获得构件外扩形状的同时，又能够实现性能的进一步优化和提高。图中我们列举了固液含量不同的两个状态。那么第一个状态呢，固体含量更多，尺寸更大。第二个状态呢，固体尺寸相对较小，但是液体的含量更多。那么在调整液固比例之后，我们对其进行适当的控制，就能够很好的为我们的半固态成型提供加工前的组织储备。